啊，好，这样这样子试哦。你拿你落来。来。哦。哎呀，你钓一钩，你提起来。这个吼，足食一个油啊，就是加起才水，你看，才水呢，嘿啊，这个嘛真水，足水哦，真大量啊，这是真正要恁的哦，啊，这色啊，这色，来，这个成熟了。啊，讲一下这油啊，什么款的特色啦？有啥物的油啊？跟人家不无啥共款。我跟你讲吼，这油啊吼，就是阮在向东的所在，搁种伫个红头的。所以这油啊有够甜，有够好吃的，哦，啊你看，这种起来才水呢。阮这是规个拢规片拢种荔枝，不过即马阮就是甲改良，换要来种油啊，这安尼才会摊开吼，才有通好。逐个月拢有果子，无吼，干那荔枝阵啊足热的，就无果子。啊，迄落果子啊煞就煞，阮即马转个搁甲改良落去种油啊。以后阮才看起来，油啊种足济，因为这款油啊吼，种起伫阮芬兰乡吼，足好吃的。哦，咱等下甲大家试看卖啊哩，互恁食看卖，有影好食啊无好食？啊，咱这油啊要安怎分辨？油啊分辨哦，这款的这是西施，西施就是咱圆圆点到点到，哦，像个咱的迄杨桂花安尼，迄条西施安尼圆圆肥肥这型的，就是，喂，这不是文旦油哦，这是西施油。哦，这红肉的呢吼？红肉。哎，你看。到大家挂啦。哎呀，啊无。今天去皮干袂真歹看。没啦，啊，在地处理啦，叫地基材。无，伊这无迄落啊，无刀啊。有嘞。无嘞，这地落啥呀？是吧？这落啥？嘿，啥嘞？这那落。我看了挂。啊，你迄条伫哪？这扣的，伊也扣着。这条扣，你这条新鲜啊。两条给你啦。新鲜啊。我这条我就接个啦。我给你。啊，这两条无行啦，我别唔行，我也唔行。拢好哩啦，看下这一丛。这色较甜啦，这啊，哦，这红番嘞。那鱼啊，拢是即马这个季节较咧发的哈。这呀，这西施。这西施较慢。诶，生姜较用个慢嘞。阮本来想讲，这个山仑种这油啊，唔知好，唔知种起才好食。真甜个汤，看袂起，嘿，汤个真济，系啊，佫煮佫细俩，来，食看卖，食看卖，大家食看卖。这个白鱼真好嘛，哎呀，看嘞，有啥不看？这种鱼啊，敢会足歹白哈？这种鱼较歹白，爱用虾，爱用虾，也是汤料，哦，恁做，哦。这油啊，来，真正办的。嗯。哦。食恁无食看嘛？有甜嘛？真有食。来，恁食看嘛？你来爬迄落来，我来爬迄落。你这是拢提供给民众家来办，还是讲恁拢会办出去？阮拢会办去，啊嘛，给民众来办。嘛，民众来办，啊，敢无迄种？专门来吃饭的迄种的，有啊，有啊，有买荔枝啊，就是会讲恁家乡个水果就会过来啊。啊，嗯，哇，真，真也真，真有水分嘞。对啊。哦，水分真重，水分足重的吼。嗯，真好食吼。嗯，阮这边也无人种这呢。真吼，拢规支拢买荔枝。这是咱头是改进的，对吧？你看生了高，你看，敢袂较粗？系啊。无啦，阮这边只，哎，土地真好，土地也好，地好，地好。土质真好，所以才种起来。再安水分淡，搁甜分，搁甜分够。哦，这有甜啊。嗯，啊，搁水分真济，你看。这是爱高温的时阵才会才甜吗？这爱高温吼。啊，这真嘞。这安尼拌起来，天天吃嘞吼。嗯。哦，无这啷个烧水啊？啊，这安尼要安那看讲，较红的，较黄的啦。较红。红来啊！你来看，你这安尼都拢是。你最顶尾就真红啊！你迄条啦。对啊。这安尼就行啦，这拢头成熟啊啦，哦，迄种的，迄就会使办啦，对。这拢吃，这拢会办的啊。啊，青菜较袂好，这条较青啦。啊，较青这嘛是头尾较好啊。哎，这拢好啊。啊，这拢红啊呢。嗯，这拢是红啊，你看。啊，这够有开放，好游客来这办。有啊，啊，不过也无真济啦。啊，无真济。哎，阮后日一直种，一直种济。嗯嗯嗯。
好吃哈、喔。哦，这个好吃。哦，这一份够真。真正就一份都好吃。真正有呀。这很慢的。哎，个两米个有汤，两米个有汤哈。嗯。这样都干哪搞呢啊？这都天公伯，拢要听下我，那一件个拢真好吃。这搞你讲，真正。啊，这跟恁迄个郑州的迄个迄西肥敢有关系？西肥，阮无落布，迄落破肥，阮拢落有机肥。所以阮这是咧做有机的，你无看这皮拢乌乌。你看头就知啊，迄面，你看伊这啊，地下等一下，你看。哦，迄拢有机肥啊。有机肥的，这地下你看。拢放有。咪肥了的啊，有。这面算好，好，肥晒了看，肥晒拢肥啊，你看。好嘞吼，好一赞啦吼，啊个，搁种植迄种种天然的，安尼所以讲种出来较好食。很好吃吼、嗯，你外口买，真少安尼，无安尼，少买就济啦。真少，真少。真少啦。不是，啊，你啊，干拌的拢较袂食，较硬川，较袂。嘿，啊，这两，这两。啊，伊这现拌现吃都会食啊。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都煞嘴。哈哈，你笑啊？对吼。来，过来，你来。来，啊，咱的油有赞，有手通比无？来，好来，赞，啊来，嘿嘿，来，搁一届来。咱个分行德兴社区的迄个油有赞无？赞！这长在遐去尔，来鸡啊！路边啊，伫倒位？下头。